邀请您加入赢家的行列。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可以说啊，真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后面会不会再有我不知道，但是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们，今天陈立豪请所有的投资人认真的看完我的节目，我们今天不要管赚赔都不要讲，各位，我今天等一下让你看一下4月15号礼拜一我写给我的清代会员的 LINE， 当你看完之后，你一定会觉得陈立豪真的很厉害。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们，台湾的股市站到20000点之上，陈立豪一直跟你讲，一直提醒你要安全带，要真的要系好。我从3月份开始一路跟你讲，你就不相信。你知道为什么我要一直来回做价差吗？这样各位，当今天的大盘跌了1000点的时候，你就会想到陈立豪真的所说的来回做价差是对的。各位，我跟你说过，我在股市36年了，我看了很多很多了，你们看过的我都看过了，你们没有看过的我也看过了，甚至于连外资法人都没有看过的我都看过了。各位，我是学过心理学的人，我一直跟你们说过安全带真的要系好，我也跟你们强调要来回去做价差。我们不要讲太前面，都不要讲，我们不要讲太前面。各位，今天啊，如果今天的台股的大盘没有这样重挫，没有这样急杀，各位没有办法显现我当初为什么要跟你讲来回做价差。如果你真的能够去了解陈立豪真的是一个很好的老师，各位，那你可以真的好好珍惜陈立豪。我现在先拿一段我在4月15号传给我的会员，各位，还没有开盘我就告诉我会员，这个盘啊，我看起来怕怕的，我看起来这个盘好危险哦。各位，你知道为什么我会告诉我的会员礼拜一就跟他们讲哦？因为美国股市已经领先拉回了，知道吗？美国股市跟台湾的股市，我一直告诉我的会员，因为已经站在巴菲特指数的十字路口上。各位，巴菲特指数十字路口上，你听得懂吗？就是美国股市已经领先拉回，从技术指标正95拉到正20，台湾股市还在正90之上。我当初礼拜一就告诉我的会员，这个盘我看起来很可怕，随时都会拉回修正。各位，你看今天，你看今天，各位，你看今天台股今天踹了一蛋，各位，从高点往下杀哦。各位，我在之前我就已经告诉我的会员，我从4月初就告诉会员，4月10号、4月9号那一天也告诉会员，一直到4月15号。各位，你来看看我怎么分析的，好不好？你看完之后，你帮我鼓鼓掌就好，因为你需要的是这样的一个老师。各位，来，我分析给你看，注意看了、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们，我们来看看4月15号、你看，你看看我怎么分析的，好不好？我们回到4月15号，你看我多用功，一个好的老师多用功。各位，分析给你看，来，开始了，开始了。会员早上好，礼拜一哦，经过2天的休息之后，全球经济及股市又形成一副盲点测试。各位，什么叫盲点测试？你如果是我的会员你就知道了哈。那个，各位，你看都成立一个盲点测试。周一伊朗突然发动攻势，让中东地区的问题更雪上加霜。然后各位看，以色列不要跑掉了，以色列及伊朗扩大的战争无疑是对未来增添不少的变数。另外，上周五美国股市也在摩通 CEO 示警之下，让通膨、战争、FED 政策都有隐忧之下。各位，我挂号哦，我挂号，这些我不是早早就说过了吗？
所以周六清晨收盘的美国股市下跌475点，科技股也下跌267点。这个我是在讲上个礼拜哦，好，你注意看，重点在这里。目前在技术面来看，日 K D 已经从正95拉回到正20到30，这是讲美国股市哦，这样就有可能形成什么随时反弹的走势。但是各位重点来了，重点来了，各位重点来了。但现在比较令我觉得有点不是很好的感觉，就是台股因为仗着本益比偏低，资金充裕，题材很多，以及未来的股东大会上的期待，让台股真的遇小不易。但我真的要大家注意清醒，目前台股技术层面，各位，目前台股技术面仍在高档正90，而且感觉上有拉回补跌的状况出现。你有没有看到？我在礼拜一就告诉会员会拉回修正，拉回补跌了，你相信吗？听得懂吗？各位，我当初跟你讲三大法人就是不懂股票的三大王八蛋，你不相信，你看，继续看来。所以各位，我礼拜一就在讲，我说一定会怎么样，拉回补跌，有没有？有拉回补跌的状况出现哦。因此三大法人之主力大户，因为目前对于台美股市都非常没有方向，有没有？所以我有点感觉是赚钱是靠运气哦，很多人赚钱是靠运气哦。但无论如何，我们只要非常的谨慎小心及不躁进，应该可以度过阵痛期，这一波的阵痛期。各位，我4月15号讲的，很多人都说，老师啊，你在电视上都不分析技术面基本面。各位，我在电视上根本不用分析技术面基本面，我只要在私下告诉我的会员技术面基本面以及所有的未来的情况就好。各位，这就是陈立豪。所以你要参加陈立豪，我在这个 LINE 上面我就会告诉你，礼拜一就已经提醒我的会员，美国股市早就提前拉回了，我们台湾股市仗着仗着本益比偏低，仗着股东大会，仗着哇妈台积电，仗着什么一直维持在高档。我就说过了，我的感觉很不好，所以各位会补跌。你看抓了一弹下杀，所以各位，我早就跟你讲，我是在股市36年了呢，我看的东西比你看的还多，好不好？所以各位来，你看3月27号开始，我就跟你讲，你要灵活的操作，灵活的操作才是制胜的关键，有没有？好，各位，3月28号跟你讲，你要有勇气、霸气、行动力。各位，为什么我一直跟你讲这个观念？有没有？然后你看看哦，一直到哪里？一直到这来回做价差。然后各位，我又跟你讲要有勇气、霸气、行动力。然后各位，你看这个地方又跟你讲勇气、霸气、行动力，什么叫震撼教育？有没有？有没有？什么叫震撼教育？那各位，为什么我要跟你讲？啊，4月17号还在跟你讲勇气、霸气、行动力。各位，为什么？那各位，你有没有发现这个？你看，你注意看，我今天什么都不要讲，我跟你讲观念就好。各位来，你看我所跟你所讲的，为什么你要跟着陈立豪？很简单呢、啊，因为很多的股票，你来回去做价差，你才是超级的赢家。各位，你如果不懂得来回做价差，你股票放着，我告诉你，你只有死路一条。各位，我在昨天。你记不记得我在昨天跟前天电视上说什么？就保险的观念，你如果买股票跟买保险一样，有没有？各位，你是瞎猫碰到死耗子。但是如果你在台湾做股票是用保险的观念，当你一遇到那个真的各位很危机的时候，你就死路一条。你看现在 FED 美国联邦储备理事会升息降息的问题吵了半天，我当初在电视上不是跟你讲吗？连拜登政府都搞不懂他的财政政策跟货币政策，你会搞得懂吗？然后这些座谈会的这个学者会懂吗？懂个屁啦，他们都乱讲而已啦。那另外各位，你看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还在进行哦，今天又发动攻击咯，对不对？你看伊朗跟那个以色列也在发动攻击咯。那再来你看台积电虽然利多，但是没有预期的好啊。各位你看，所有的原因全部挤在一起，所以我在4月15号告诉会员，我觉得怕怕的，我觉得这个盘要补跌。你看，你看，所以各位，为什么我一直在跟你讲来回做价差？为什么？原因就在这里。那各位你看，我现在跟你讲说，我们4月16号买的股票为什么4月17号要出？你看，你看我为什么要出啊？你看各位，
四月十六号买华城831，有没有？那各位，你看，买到是831，到了四月十七号我出掉了，我四月十七号出掉，我不是跟你讲赚了115块吗？那各位，啊，我为什么要出？我为什么要出？各位，你看哦，来，各位，当你看到今天往下杀的时候，有没有？你看它今天往下杀，杀到896，有没有？你就知道为什么我要先出了，来回做价差嘛，对不对？各位，你再看四星 KY， 来，四月十六号，当初我们不是买吗？我们当初不是买2700到2720吗？我不是四月十六号赚了220出场吗？我不是跟你讲了吗？赚了220出场吗？结果杀下来又买吗？结果各位，昨天是不是赚了250块又出了？我为什么昨天要出？我为什么昨天又要出3050到3080？为什么？为什么我要出？各位，你看今天，各位，你如果不出，今天打回到最低2780，各位你看到没有？那各位你会想到，哦，原来陈立豪是讲的是对的，来回做价差，各位我这个都赚起来了呢。哎，各位这个都赚起来了呢，220块赚起来了呢，250块也赚起来了呢，跑掉了呢。那各位，如果你不跑，今天打回到哪里？今天打回到最低2780，你看。那各位，我跟你说的来回做价差对不对？完全正确。各位，你再看来神盾，我是不是跟你讲四月十六号我们一样买在240到243？那各位到四月十七号，昨天是不是出了？是不是赚33.5？这电视上不是跟你讲赚33.5？那为什么各位我要出？为什么我要出？各位你看来，当你看到6462，今天还要打到最低，打到241.5，你看打回到241.5。那各位，我是276.5，四月十七号出掉的呢。这些东西你都在电视上看过的，这些东西我都跟你说过了，因为你要来回去做价差，哥，你听得懂意思吗？不是像每个投顾老师，我说实在话，我看到一些很多的投顾老师整天在吹牛比赛，整天在每天在讲说自己怎么样，哥，我真的很想把电视给砸了，真的。为什么？各位，台湾的股市你真的只能来回做价差。各位，你就算碰到一档股票一直狂飙的，那个叫做瞎猫碰到死耗子，绝对不会是技术面基本面的问题。你技术面基本面的问题一定要像陈立豪每天早上都会告诉我的会员该怎么做，那才是重点，对不对？各位，你再看威盛，来，四月十六号当初我们买130到132，对不对？各位，为什么我四月十六号到飙到143我要带出？我不是跟你讲我赚10块钱我就出了吗？各位，我让你看，来，你如果不出，今天打到最低还打到125跌停板，你看，你看跌停板。各位，我出哪里？我出143呢，我出143呢。各位，如果你不出，打到今天125跌停板，你看，对不对？我不是跟你讲过了吗？我不是都跟你讲过了吗？各位，你看，你如果不相信，各位，我昨天的节目有没有？你看我的节目，来，我拿给你看，四月几号？你看四月十七号，你看四月十七号，这些股票不是都出掉了吗？华城赚115不是出了吗？四星不是赚220块，然后又再赚一个250块出掉了吗？神盾不是赚33.5出掉了吗？威盛不是赚10块出掉了吗？各位再看双红，你看双红来。当初四月十六号，当初不是买725到735吗？各位，我昨天也出了，你知道吗？我昨天也出了。各位，我为什么要出？我昨天不是跟你讲吗？我赚了64块，10张64万，100张640万。我为什么要出？各位，你看来，各位，你看今天打到最低哪？打到731。你看，你看，今天又打回到731。我为什么要出？我为什么要出？这样懂我意思的吗？各位，这样子你懂不懂？一个真正跟到一个好的老师，你要珍惜他。所以各位，这些股票我们都出了呢，还有那个台积电20块的那个，我们不是短线也出了吗？我不是写在这里了吗？对不对？为什么我要出？当你看到今天台积电，你看打到750块、746，你就知道为什么这些股票我都要出了，你就知道为什么这些股票我都要出光光。各位，你这样懂了吗？你今天你看一个电视节目，不要每天在看爽的，听得懂吗？你如果每天在看爽的，那各位告诉你，你不要浪费你的生命了。每天早上
遥控器转了遥控器，这一台转那一台，这一台转那一台，转来转去，转到最后，隔天还是一样。老师，你到底要做什么股票？老师要买什么股票？很多投资人都这样啊。那遥控器一直转，浪费生命，整天在看那个人妈的莫名其妙，然后看这个哎，觉得有道理对哈，觉得那个又有道理对哈，那个又有道理对哦，对，哎，到底你要听谁的？各位不要再这样搞。你如果真的要选择一个好的老师，你就盯着一个老师，真的好好看看他会不会诈骗，看他会不会骗你，看他会不会说谎造假作弊欺骗啊。如果都不会，就像陈立豪，我跟你说过，我不造假不作弊不欺骗不吹牛，我都打在车标上给你看嘛，不是吗？我也跟你说过来回做价差，不是吗？我也告诉你安全带系好，不是吗？那好，各位，重点来了，4月17号跟你讲的这些股票，各位，你知道勇气、霸气、行动力，你要敢买股票，对不对？勇气、霸气、行动力，各位，你也要卖股票。你要有勇气、霸气、行动力买股票，你也要有勇气、霸气、行动力卖股票。所以我打在车标上，我都卖掉了。华城115，4月17就卖掉了。四星赚220块卖掉了，后来又赚了一个250也卖掉。昨天神盾赚33.5也出掉了，威盛也出掉了，哎，双红赚64也出掉了，台积电也出掉了。好，各位来，今天杀下来你敢买吗？今天杀下来你敢买吗？今天重挫你敢买吗？各位，今天重挫，我今天电话接到真的快爆掉了，我今天接电话接到有点生气了，接到有点不爽了，因为电话太多了，赖太多讯息了。那各位，你今天敢抢吗？我们今天有抢一些股票，很多人有抢一些股票还赚到钱哦。那各位来看一下，但是各位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抢到，所以我大概带过去就好，让你知道盘中4.5小时重不重要。盘中4.5小时真的很重要，真的。各位，今天大盘跌哦，杀下来哦，跌了1000点哦，跌了1000点哦，收盘跌774点哦。当在大盘在狂杀的时候，你是跟着一些阿呆去乱杀股票，还是说真的睁亮眼睛受不了了，赶快找机会去摊平加码，还是说赶快去抢个短线来补那个你赔掉的钱？一般人哦，其实台湾的股市也不能怪你们了，你们真的很可怜，很多的投资人真的很可怜，也不能怪你们，因为你们的手脚并没有像陈立豪这么快，这个我知道，因为我们很清楚那个来龙去脉。像今天大盘的急杀，很多的散户是跟着杀，你知道吗？而且杀到最低价。各位，那有些真的也没办法，因为融资维持率的问题嘛，对不对？他也会担心哦，战争的问题嘛，那也会担心哇，台积电那个问题嘛，哎，想了好多好多。那各位，当人在困顿之中，当人在很烦的时候，各位干脆把股票杀掉，清楚就啊轻松啦，干脆把它全部杀掉啊，清爽一点，不想烦了啦，对不对？很多投资人都这样，对不对？当那股票下杀的时候，这个在哦，真的赔掉钱的时候，要杀不杀的时候，那最痛苦，对不对？当你杀掉的时候，搞不好你心中还有一点哦，好家在我出掉了啊、哦。但是各位，当你清醒的时候，哎，怎么又反弹了？哎，我出掉了，哎，怎么又反弹了？哎呦，早知道我就不要出，会不会这样？会哦，很多人真的是这样。所以这时候你就要遇到一个真正能够帮你的老师，这时候你就要真的在盘中4.5小时，你要遇到一个真正非常客观的老师，陈立豪。你看我在昨天很多股票出掉了，各位，今天下杀，而且各位，我跟你讲，有一档股票叫华城，我们是不是来回做价差？我昨天放空华城，今天也空华城，你知道吗？各位，空华城你敢吗？今天有拉到900多块，你敢空吗？哎，价差也有76块，真的，你看，各位，今天它很强，各位看到尾盘的时候杀下来了，对不对？各位，你敢去空华城吗？各位听得懂吗？那各位，除了华城之外比较特别，那各位，你敢去买股票吗？今天四星 KY 被杀下去，我昨天是不是出四星 KY？ 我今天本来第一个时间点定四星 KY 在2930块去买哦，已经定得很低哦，各位，它还杀下来了，
对，杀到四月十九号杀到最低，哎，还杀下2805。今天我告诉我的会员，赶快打电话进来，把传赖进来。只要告来问我四星的，我都跟他讲，杀到2800附近的时候，我跟他赶快买，赶快买，赶快买。各位，结果后来，哎，快到尾盘拉到哪里？拉到2930块，价差120。你看，盘中四个半小时重不重要？超级重要。所以各位，如果你要抢到这一波，如果你真的有勇气、霸气、行动力抢到这一波，抢到这个低点，各位，那短线上你可能就赚了110块。那各位，我来告诉你怎么补价差，好不好？趁这个机会，告诉我亲爱的会员，以后你就知道老师的做法。那各位，如果你已经买了2900块，好，那杀下来的时候你跟着又在买，那冲上去的时候你是赚的这110块，你赚了110块，你出场之后，各位，就算你的原始持股买在2900第一时间点，好，各位，第一时间点杀位到2800，你是赔100块，但是各位，你再去抢短的时候又赚110块，是不是刚好 cover 掉？一 cover 掉，各位，你报那原始持股续报，下个礼拜冲上去，你是不是也是赚的？各位，这叫技巧，这叫做股票的技巧，你要有。我都在告诉我会员怎么做。各位，神盾我们是不是昨天赚了33块半，276块出哦？各位，今天神盾打回到哪里？243，你敢抢吗？你敢抢吗？各位，结果尾盘快尾盘拉到哪里？拉到263，赚21块。你要买十张赚21万，100张赚210万。你看，这就看你敢不敢，你有没有勇气、霸气、行动力。另外，各位双红，我们今天也买双红哎，各位双红，我是不是昨天不是跟你讲赚了64块出场了？各位，你看今天杀下来732到750，我们都有买732到750，我们都有买哦。各位赚55块，极大值赚55块，各位极大值赚55块。各位，你敢吗？你敢吗？这就叫股市。台湾股市就是各位心理战，心理面上心理战。那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们，我今天这个礼拜没有股票要送给你，我不要送股票，我绝对不要送股票，因为下个礼拜很好玩哦。各位，今天送给你股票，你不见得敢买，听得懂吗？没有意思嘛。各位，我告诉你，你今天只要留下你的电话跟姓名就好，好不好？你节目结束之后留下你的电话姓名就好，什么都不要问。下个礼拜我跟建议那个我们的业务打电话通知你就好了，好不好？不用送什么股票了，真正下个礼拜才是决胜战的时候，所以你今天只要把电话姓名留下就好，那下个礼拜我通知业务告诉你买什么就好了。所以各位跟着立豪安心发信又开心，一通电话我帮得到你，好不好？各位，我们休息之后再回来。迈向20000点新时代，888惊喜价大步向前走，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迈向20000点新时代，888惊喜价大步向前走，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惊喜专线02-8511-3366，8511-3366。这条路是孤独的，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静心思考，20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似乎不够，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鼎业投顾全心照顾，02-8511-3366。全球财经台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您还可以这么做，网路影音平台 YouTube， 能上网就能看，而且免费。改变收视习惯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
请您加入赢家的行列。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我的会员很多的清代的会员都说，老师你好棒，老师有你的 LINE 在带好棒，真的你的 LINE 真的有够棒的。我4月15号礼拜一就告诉会员，这个盘怪怪的，很可怕，一定会拉回修正。你看4月15号讲哦，你看哦，各位，这大盘一路跌，你看一路跌，狂跌。那各位投资朋友们，你从下个礼拜开始要跟谁？跟陈立豪，因为我们很多的股票真的可以来回做价差，好不好？各位，跟着立豪安心放心又开心，一通电话我可以帮得到你。请所有的投资人真的留下你的真实姓名跟真实电话，好不好？下个礼拜有很多的股票可以玩的，因为今天都有被洗光了，你知道吗？筹码浮额都洗得差不多了，所以下个礼拜真的很好玩，好不好？各位，我今天不送股票哦，但是你一定要留下电话，好不好？各位，所有业务都在等你，好吗？祝你们下个礼拜操作愉快，谢谢。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